你个师称广东名声，广东平梦就好，看见超想见啲慈善，坚持教会入师学，农历八月二十，见面逻辑话此天气以多风为主，温度适宜，物理再有学生嘅工作嘅开点。每日气温度入六到三十三摄氏度，后日随着冷空气南下，天气沿高多风有极保定好，最高气温将降到三十摄氏度以下。强台风过后，话此不少区域受损严重，百废待兴。接下来，请听四川特别节目《江天图得灾风》。天图四日过后，老市区受浸严重，特别是永祥街道、海洋街道一带，直到昨暝，积水才逐渐消退，被转移的群众也才陆续返回家中。不过，由于这一带煤板在，困难好也有在，积水消退后，伊那个生活住宿还面临着好多难题。明仔，海洋街道的红社区仍未通电，或者住户正落清理家内受浸的物品。而明安街的兴后街一带的住户，也到家内点起蜡烛清水房屋。记者的知，这一带或者房屋拢是煤板，住户经济拢比较困难。黄太来的时候，伊能及时脱离出去，但家内所有的电器甲生活用品拢被水浸掉去。要钱多嘞，他最好干啥？做的窗还无个哩，廿少个，我这个他收一几啊，窗来窗无。没去捞啊，袋。无。嗯，没收。咱们积水消脱后，兼职值班另一回的刘宝清，正从街道的庇护所转去家来。不过，伊人一家爱恢复正常的生活，困难好大。不过这是无电可处理掉，做主要就是个处理掉，无变过关的，就个处困难。但厝顶拢电卡无在里面，卡在里。就是落来呢，就是落紧急落措施个，再后个清理啊、卫生啊，个这个这个这个居民控制个安部个工作。据介绍，海洋街道由于地势低洼，更有村外户住户受浸。现在放假困难主要就是搭几个，也去拉起个清运工作呢。我搞一点困难，一个就是也去叫做场地，一个就是运力，拢也去叫做比较有程度大困难规划。所以现在我是，我是落在几多做咯。到老城区个另一个街道永祥街道，百分之七十五个房屋拢是煤板，太荒唐！只系偏苦个积水，曾经深达五米以上。直到今日，还有一撮老人因为家内无边居住，继续留到居委会提建个庇护所来待。市民有一只个狗人居住到西堆海畔，只个唔够四十平方个煤板来待。太荒过后，只个煤板已经无边居住，伊人失去了栖身之所。房屋电器啊，冰箱啊，哈哈，这电脑啊，你个厝顶开关唔开？我住个金水啊，无电啊，苦咯。住个都从街到，那么无喊这个住啊不？需要临时用的，佮在厨房个大概是四十五号，哦，需要经济住宿大概是八条号，哦，伊把将伊窗内佮家长都出已经收水收收浸的，哦，两米米个窗户就浸过嘛。永祥街道现有煤板六百二十五处，其中定煤板五百六十八处。强台风吹袭的时候，有八处房屋倒塌，但直出六百外面受灾困境，拢得到及时转移，甲比较妥善的洼地。咱们积水消脱后，永祥街道及各居委会陆续向这一大个受灾困境发放垃圾、面包、甲矿泉水等生活物资，消费人度过眼中的困难。开始多个困难就比较大，因为我们在受灾前个永祥街道就是无电，水自来水经济不足，这一方面就是这个电信。现在连固定电话都无能够拍出拍出，移动也做系无信息，就是咩造成我嘅救灾抢险，会造成非常大嘅困难。加加一方面就是嘅交通，就是所有嘅树木啊，包括卫生垃圾啊，这些咩都各界相互清除嚟噶。现在这些咩花朵，只个继续俾路上。现在我就是从到区外区域区政府统一部署的全部都抗灾扩散，消得灾风，建筑下去山东面空间，早日恢复下去，比较正常生活。
老城区受灾户的生活状况，需要各级各部门给予关注，也需要慈善团体和热心人给予帮助。目前各种基本的生活物资拢比较急需。昨日，强台风天头带来狂风巨浪，多方暴涨的时刻下，田园区沿海地方损坏严重。据悉，台风登陆当日，田园区陆地最大风力十二级，最大降雨量为116.7毫米。海门湾桥侧的雨水位22:16:30，出现两级16.07米的高潮位。到强台风甲潮水的时刻下，田园区沿海海防地位出现多处损坏。我现在是到30多米的平视对角，那对角现在是平视对角呢，也是被海水冲出了近300米的缺口，使得海水倒灌，直接影响了来到植物落水、到农户养殖业的养殖。沙石位地位长江8562米，更有四座陷泽。地位来到的水库，直接是养殖业由农户承包。沙石位工厂自建成以来，直接未再增加系统达标结果，现我的对面只相当于10米之外的标准。到台风天台时刻下，沙石位大队创伤网队出现6处骨口，其中5处骨口超过300米，4处超过85米。沙石水闸一空闸门，一般海水击穿。现在这个强大的强大的房价房价最强，它基本上要跟中水过关，那都当都减少，都广州波板和鱼能来到水门队了，就去都将拖都水头拖走了，了了就去骨头去拍破去。现在南方消防了不？主要禁止冲水就抓那痛的。我昨天就睡觉没，下坡刚落来就坏的个，村里无村，老里一水无，看见地仓淹，地块仓库旁边也无，地块也无，边也无去做，仓库里等大海库里仓库里，黑也无，黑也无，湖也无，边也无去做。沙石位队位出现骨口之后，田园区水务局派出技术人员高点勘测，知道沙石养殖场的浪号，开始救灾扩散工作。龙虎回龙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尽快将对位骨口修复并加固，以免造成更大的损失。希望大家上级政府这个要高度重视，马上来对这个屋在三所大队这个骨口增加修复。再搞这未来，这都养殖成山，恢复成山，了解保护这个往来对。来为我们两来到这个事业过程跟人民生活太多安全买着。这次的强台风天头我造成明白海堆60亿斗闸堆等出现挪出骨口，河区间30亿斗闸加60亿冻结堆800米石力崩塌，河区间出海口30亿斗闸七孔铜闸板一般荒爆掉击穿，其他堆等的损毁情况接到经济部黑车灯各居直至经济损失将近3000万元。强台风天头现在风暴掉是去广东沿海地区，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后江区广澳街道首当其冲，不少居民损失惨重。邓惠峰是广澳街道广澳社区最大的水上养殖户，主要养殖赤水面甲石斑鱼等高档鱼类。一个国别的梦想就到广澳当环保队边头。台风来袭的时候，荒人解决队位，造成大量高档鱼死亡。台风过后，邓惠峰将功能将死鱼打捞起来。从早起到明早，已经捞起近20吨鱼，损失估计就达到5000万元。他着积极种种，已经养到10多斤等的赤水面甲石斑鱼，邓兄非常心疼。吼、哦，就这么吃了，这块十块钱吃了30年了，有了你以为只有好小生啊，有了，好像在吃几个黄台老个全部损失，你以为哎，就听有了回收回收惨淡，有了就回收。乡里另一位养殖大户邓乡的损失也达到1000万元以上，结果是邓乡人只能够把死鱼清理掉，对梦想增加消毒，再次尽快复选。
哦，这块我就岩洞就是个台，个岩，个海浪翻过台，个含当台，即个当台翻过台，含少即个菜花景，我买景都是做者含岩做者过，来登着腐败，腐败登是个海浪，个腐败做者登上上，含腐败做棒啊子。到这次台风当，广澳街道河道及东澳内社区的饮食好，当然受到好大的影响。据初步统计，包括损坏的河中、网箱及河摆道内，广澳街道的经济损失达到6160万元。到特别是到广澳社区、河道社区，伊个在腐败饮食好个损失非常惨重。河道社区有900多户这个腐败饮食好。总体嘅损失也要调过即采访，而即个在受灾比较严重嘅在饮食后方这个负担，在希望政府在到这方面给我整体即个控制在抗灾扩散。到广澳社区后江避风灯，记者看到，挂牌米嘅单位只剩下90米是旺正嘅，当地居民林明炎甲记者答。黄台来的时候，人都是个根本就欠稳，个人拍打海带，扬起石头，破坏人好惊人。黄台仔就搞掉，就是样样个，没了解有一条人行到，有一条方法。了，就黄台后就说了就是，什么负重啊、跌败啊，我个负败就基本搞个离嘴。同样这样防护是就大就执下去防护就无病来，怎样跟人徛袂对个无病痛。记者了解到，除了接触单位，河道社区个马湾山甲罗皮两段海带，以及东澳社区海带等水利设施拢受到破坏，经济损失一直在万元。目前有关部门正落目测各社区受灾情况，并积极引导居民抗灾扩散。街道也将在这个在向上去汇报，争取上去的津贴，也多方来调集资金，尽快来修复这条海带。在更多社区的负面啊，都在有边有这个比较完善的预防措施。听同时，今年登陆我国的最强台风“威力”无比巨大，到北山往直大土海的后江区挂礁村河面，导致在防灾当，当要遭受严重损失。再过，记者对何明恩兄来到北山湾国礁村的土大尾，只看到几百米的山滩，起顶东阿正是倒半十米。恩兄举着只手多半日头目中大，这就是伊平时土海的小基准。听土困烧的时候，伊用大男生也无变将重只固定，只能够任由几百米的海浪将伊冲走。日大到海边捕获的装备，如今也只剩下一条条。现在就只要一届，只要一届，我们做个一届，了就上班，按摩届，了就再关键一届届，就是讲拢八九届了。哦，了很多上班，对面很多嘛就同学啊，同学就去啊。哦，同学做。今个咪来上班去公司落去天窗啊，咯。最富难拢去塞到厝间都赖诶，电视啊，咩个冰箱咩窗布布啊，啊，这道眼无病吃，都唔八九多嘞。那个草丛，什么东西也拍条线，容易攻掉，我皮拢塞掉。到沙滩的转上方，发现了一艘大只造好的水船。何明达以前帮海浪冲上岸的，望上这个发一艘铁壳船，如今也不知堆掉去。我就称爱何明甲记者答，因人从来上班熬过这样大的海钓，而且冲击力巨大，从起日到点外到夜外四点外。就将伊人打到海边外，七八座装备以及港盖白屋全部拢冲掉，就连只间水泥墙的厝也受损严重，无边继续晒硬。做水比较好个，厝间无少吼，那村里个照片。个广州村个何明达，天头带来个强风，几乎吹走了伊人所有个山山部落干股。现在爱定心高地开学山山，就面临顶顶困难。哎，这个高级咩到处落，这都买落，俺只会盖房台了，我做得袂袂哦。我就希望政府来搞安关心咩。强台风天头来袭，适逢天门大潮起，
总之嘅话，因为海钓顶头海水多广，市区大学路48号西港排水区边头嘅挂嘅小建筑，甲加工厂瞬间被淹没到糯米挂深嘅水当，遭受严重损失。小只麦建筑包括包装机械厂、五金面板厂、加水厂、甲广闸门厂等等。这所建筑拢位于西港排水区嘅路边，地势比较低。据这所建筑嘅负责人甲王刚达。昨日下过3点左右，伊人发现土下开始有强强的积水，但无想到捏下猛，积水就暴涨起来，唔到10分钟就涨到5米外高，大家只好走起去二楼避险。就是说，我们发现有进水，到涨这么高就是10分钟左右，一直到这个地方，我们连撤离的时间都没有，没办法就直接上2楼，所有的东西全都不管了，因为人安全最重要嘛。要把潮湿个水给顶起来，顶下来好似隔边个堆，都靠力去，能即摆晒干咯，都靠力去。一潮湿够就起来，连个顶摆起来，差唔多大概10分钟、15分钟嘅时间。即系糯米话，糯米我糯米粒嘅时间就有啲起来糯啦。不能无病床，我走到起码二楼起去。伊能达，水位之所以到10分钟来暴涨，主要是受海钓顶托加晒干河堆直出骨头嘅影响。同时，河堤大家紧急避险，才安然无恙。但山山石壁、山饼等硬材料，就到瞬间崩碎一梦。每个经验拢至少损失20万元。像西固包装机械厂、山山石壁甲准备出厂的50台包装机械山饼，受浸之后几乎报废，损失达到100万元以上。你像这台设备的话，要所有的机电东西全部要更换，还有所有的轴承也要更换。总之的话，到天头事业的时候，中南区林场顶智能村营养乡的跳池跟南部村林泽来的厝顶拢被狂风掀掉，危急时刻好在有热心人相助，因人才转危为安。杨兄是江西人，到智能村开小跳池。昨日向台风来袭，只看伊跳池的厝顶被狂风吹掉，内顶的各层灰霾加落通干。看到这个房子里面在那里响，就在那里咣咣响，然后都货啊全部都掉在地上了，只能是算大概的，也是这个样子，21万、22万左右。杨兄打。狂风来临的前一日，乡里有暴风狂刮，提醒村民采取措施注意狂风。不过，杨兄听无明白钓山话，又无想到外头这么大个风，所以无采取任何防护措施。杨兄答：到厝顶可以吹掉的时刻，好在厝边挡雨小湖及时提供场地，供伊人转移灰霾，并将伊人搬到隔壁去钓，伊人才有了栖身之所。我是隔壁家外省的朋友，是最近个人的朋友，到时无到时，伊爱出去，我到都只孤男人。要买不要嘛？了农了是厝咩厝套车，要个人家是人固定住啊，是个意。就是隔壁这位老沈帮我们搬东西啊，又给我们做饭吃，幸亏有他接待，要不然我们晚上都不知道怎么过夜。到林场顶南埔村，村民林泽来的厝顶也被狂风吹掉，厝下加落通干。林泽钓的这间厝，建于40年前，已经严重老化。数十载来对钓钓一个五人，厝顶崩荒吹掉之后，好的村委会的人及时赶过来，将伊人一个老小转移到村委会占住。那伊就慢慢开只车了，站架出农家，佮大队佮过咩，就是强兵之子官人，但来站去离荒太些咩，就是伊。林泽答。一来还有三个老囝在读书，目前一家急需修上房屋，但经济又十分困难，希望能够得到有关方面的帮助。有人好心人有人来修屋，你来修屋，家己你无能力，个屋无就来买。受强台风天头影响，直到下挂，我只仲有不少地方停电。本人物今日收到好多市民关于停电的反映。市经电部门表示，伊人正传落抢修受损线路，今日11点钟，绝大部分受影响沿河可无恢复经电，但小部分沿河因为设备甲线路受浸等原因，仍需停台。这次蝗灾中，我市经电设施受损十分严重，
长期有五千五百多支高叶扁酸瓜，甲五千六百三十七支低叶扁酸瓜，多福福之等。五百入一回双路受损，到底四十三万银行停电。灾情发生后，电力部门每日出动五千八百多名抢修人员，分布各双路各节点进行抢修。到昨日，整个主网已经恢复正常供电。目前，莲湖区已经全面恢复供电。金平区范围内，三十七块直往后的山路已经有三十六条恢复送电。那么到目前为止，已经恢复送电的是424回线路，已经有28万用户，恢复了用电。但由于老市区直接电的山路比多好的路桥短等，加上道路已经受浸，所以还不具备送电的条件。沙路并入起等设施，需要停水土之后进行空间的检测，有间还需要更换设备。所以，照销区户的银行目前仍然无变恢复用电。目前主要受灾的地区主要是分布在老市区，那么我及所有的工作人员现在正在逐个排查，安全以后我们就立即恢复送电。朝阳、朝南地区呢，部分线路出现了倒塌，的情况。我们也在全力进行抢修，争取尽快的恢复供电，争取今天晚上11点钟之前，大部分的地方恢复供电。好，这段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江天图的灾风特别报道。欢迎继续关注江天图的灾风特别报道。受强台风影响，我市东西方幼稚园到22日、23日两宿停课落日之后，今日顺利复课。明早6点外，市区普降大雨，好在刚好提速的时间未短，并未对学生上课造成大的影响。明早7点外，各所学校恢复以往的热闹，其中不少学生到家长的陪伴下来到学校。今天外面都很脏吗？路上然后又是乱七八糟的吗？放心一点，嘿，对。市外面二小门村的李安路到黄河东受浸严重，学校的积水直到高达半米，校门口的那张大桥到狂风暴河东倒落来，曾经堵着校门，昨日已经被及时清理掉。我们的就组织了10多个那个行政啊，还有党员老师，我们就一起把这些割下来的这个树枝树杈都拖到外面去。树呢拖掉之后，我们整个操场都是泥泞的啊，所以我们又组织了老师们就这样的冲洗。由于个别学生因为家里受浸严重，无便回校。学校将根据学生的情况，并为资本受浸损坏的学生定性课程课本。明早，学校发布恢复经典。同一节课，老师向同学会讲授防灾知识。台风来的时候应该怎样？关好门窗。关好门窗。关好门。然后呢？在家里不能外出。能不能躲在大树底下？不能。把电视关掉。电视关掉。不要靠近。不要靠近高压电缆以及电线杆等容易倒塌的危险的地方。记者从此较激烈去教，我市部分学校到荒山东出现水浸、倒桥等灾情。调用调南界个别学校，因为作为群众临时换地点，暂时无变正常复课，部分学校的经典仍到抢修灯。到台风当，市区关发地区市场同样被水淹没，市场大部分八桥的商户全部受浸，名贵的地区成了地摊，商户损失惨重。明早，记者来到关发地区市场的时候，商户会正在清理商铺，好在受浸的地区被冻到商铺门口，工地就给拉起来了，现场一片狼藉。这位商户答：这所地区拢是入二号的挂，海水倒灌的时候，来不及转移，就受浸个。来，你一来时间较慢，咱都收唔得起，有袂有？哦，来时间在了半钟头，你转嘞半钟头也无变，啊，你这边过十公分啊？哦，这边差不多40公分。哦，小半块差不多有1米外。光华地区市场内底共有8多个商户，
这座上好算是上少的有寡万恩，上少的达到寡十万恩。甲内底就浸着五百斤，铺着山庄个就五六百斤，损失只帮咩着大概十外只房着，就一只房啊，十外只房。请我家己人自己铺啊。唔是啊，十出万差唔多。系咯，先签个订单。先签个订单啦，就咁先。我包佢。日子的商铺算是更为惨淡，本来有一束火柄东方到火架起顶，但潮水涌入地铺的时候，竟然将火架淹倒，商铺抢救无力，至少被浸掉了四百多箱地油。然后大概损失有多少钱？损失起码四十几万，啊，在六五千元有哩，对吧？反正，对这样，就是只帮你五千万，就十万房了，白白包去哩。马帅。光花地球市场商铺的损失，花到经济部统计单，上好货无可奈何，销落千里受尽的地球，伊人除了面临着扩散缺乏资金的问题，慌了慌了，如何转运受尽地球？现在光景的问题呢，就是那，一个就是那个卫生的问题，现在做好个地球，如果浸着水个地球爱搬走。现在帮我买落去，派发。你呢是要求咱有关部门啊，跟咱来协助一下，大家来去各国之间拉起来面对。总之的话，台风天头许多狂风暴雨来袭，或是不少群众避困。到后江大桥的救灾所河中无法过岸，证明河面被困到重顶。消防官兵接报后，立即前往营救。赶到现场之后，消防官兵发现，这艘河中离岸边约五十米，到狂风大雨当摇啊摇，随时拢有可能狂风。中等被困的河民情绪较为激动，挂齿想要跳水游登岸边，但拢被救援人员劝倒转。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河中发到急速扬离岸边，形势非常紧急。这时候，救援人员发现河中边头有一艘小的摆可以转运，于是用救生抛投器发射救生绳索到河中起顶，让河面背对的摆将救生绳固定。最后，救援人员下浪拉绳索，成功地将河面弯穿地拉回岸上。台风来临前，预警信号早就发出，渔民朋友对于家己的生命安全考虑，不应该再落海冒险了。强台风天头及外区的种植业造成严重影响，到圣山财产的田南区罗根林，原本计划月后就有病修生的财产，被收入通途的，正式好遭受当场。罗根林财产正式大好牛草局，正计山地财产面积达到五百五十亩。大概有六点五万张。强台风收过后，伊个过乡满目苍夷，几乎每一只张财青拢断枝落骨，遍地拢是被收落的财青。牛草局大，本来见啲财青长势非常好，果实累累，丰收多磨。再过个几个月就可以收成了。强风肆虐，只寡点钟后，财青乡就变成几个乡。个初步构成，跟落过一行，损失就达到几百万元。到这个三点，是最严重，就达到十四级，吼、所以正个过乡收到这个十四级房个，也向伊着基本着损失到啥个？因为一张五十斤水地，佮算伊着我扣掉着七十偌万斤。目仔在前方看过，只剩下啥个？而且只说跟村个关系，花不值钱，拢保得住。牛草局大，雨在起投资好大，落来爱开学洗刷，已碰到了资金困难。希望相关部门能加大对受灾农户的扶持。我希望政府甲农业部门伊着，动点扶持甲来关心，吼、来使我度过这个灾后的难关，吼、来平复洗刷。早明早，牛草局已经将钢筋将加落来财青全部倒起来，打出过去。如何处理这七十万斤的落罐？也成为伊目前面临的最主要任务，伊希望可以尽量挽回一撮损失。
因为这也看到好，这个对，也为需要的人，我偏个好来袂去人，吼、哦，所以来组织处理掉。到钓南区，林正明在清正式好招初学，当阳雄性严冬。招初学正在清已经十多年，一到路经电界开门招生，领场电界杨安生等地开辟了四个纪念章，面积近600亩，其中在清达到300多亩。多位杨安生的在清乡记者提到，通街拢是家老的在清，招初学答。这片在清乡正界是美国纽荷兹在清，本来将是行人食过累累，再过几个月就可以踩着上市。无想到这次遭受强荒肆虐，在清家老通街。据高盛，大永安在清乡落过一行，一个直接经济损失起码着900万元。再加上其他在清乡损失总共超过300万元。现在这些落落的钱哦，不离乎到十八万元，各个全部拿钱了。在清乡的损失直会将严重，两小户到家老的在清的当地村民也感觉过着疼。心疼死啊！大大粒啊！该挂点证了呢。嗯。你是不是这样播？挂点没挂？嗯。哦。挂买房子的赔。招初学大，伊目前正创立开学生线。等不自觉，是在补助桥顶冲落来的灾情。但明年的山线会受到直接的影响，伊希望相关部门能够给予政策和资金扶持。明年放假应该三个这个算量，因为个桥梁这全部倒个，全部去往北港镇，要给他政府扶持个项目。总之个话，天后肆虐，狂欢大闸，电阳区东湖镇港口村的北部西街边遭受严重损毁。指北部市街地分别由嘉兴西店三号外来征收口承包征收，据嘉兴西店昨日的话荒口大闸，以搭建到长头的直街旁边被风刮倒，那个风刮的那个太大了，没办法，相当都没法形容的，我们从来都没有经过的那么大的风，这样的，哎，那几个工人在上面去弄土了，压都压不了，一下子就塌下来了那个棚子。需要一发现，爱打的个北部四国大坝被狂风吹到多林颠倒，已插入土的地雕也被狂风漫起来，直偏狼藉。棚子，这个地里边机器啊什么的全部搞水，连那个大棚啊全部吹得干干净净的，竹片啊什么全部搞坏掉了，这个工人啊什么的全部住的地方没有。嘉兴三大因人的损失额外达到700万元。令人头疼的是，目前只达大坝事故正式开展，自各地来台中将受浸，山沙受到严重影响。因人家仓皇北归，摆搭积水，以便尽快复山，不顾农事。东湖镇港口村的村民也狂央打，昨日的话三点外，风力大到躲唔住。因人村内个一丈九百米的涌桥，也受到狂风摧毁，气腰折断。这样生存就没有呢，七级波浪不会多啊，有没有？七级波浪都暂时吸到，咋就开始唔肯暂时吸嘛？早明早，记者到国道三二四线中央路灯台钓，路面有为着朝北折断或者倒覆，公路路程有成片嘅建筑林倒覆，一撮大型嘅广告牌令门嘅也受到严重损坏。强台风天头造成的损失让人心情沉重，这样子人甚至无时间来发愁，就是需要警察诚心付诸行动，努力加快电桥复线的每一步，希望到各级的集体帮助下，人能够团结一心，凝聚起更大的力量，早日驱散灾害的阴霾。好，这段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今日视线掌握的其他内容。欢迎继续收看今日时段。农历8月15是中秋节，中秋尾月圆如镜，崇尚自然的东方人自古就对高跨天际的这农民月十分敬畏，拜月习俗也自古延续至今。八月十五中秋尾，大楼市区乌桥街道偏区，十月八点，大街小巷间的合作街厅就开始到自家门前的路道上摆设广告。
讲红讲病，为拜月做好准备。拜月的习俗历史悠久，古人敬天地心鬼神。据记载，中国周朝就有拜月的习俗，天子到特定的日子来到，就敬拜日月。中国在古代来的，这种东西做是在高迎来，在来呢，到女子来，女子来偷，我就想打天子春朝日，秋十月，春朝日的意思就是呢，这个天子到春天的时候爱拜太阳，秋十月就是到秋天的时候爱拜月。啊，那后来呢，这个汉末之后，这种拜月的习俗从朝廷独掌的移交了民间，就是唐宋之后，民间就广泛流行这个龙朝拜月这种习俗。潮汕人称月亮为月娘，拜月也就称为拜月娘。这个两世会的称月，其实也是十分有讲究的。当民间俗称日为阳，月为阴，阳是男性，阴是女性，天地间阴阳隔阂，生长万物，所以无女性这个是伟大的。所以呢，实际上是让民间对这种女性啊，伊个生存白，伊个就正个表现。拜月娘的仪式比较简单，跪拜上香并无什么特别之处。但由于是到民间真经，又带到到露天场所，所以经常出现灯光、烛光跟月光交相辉映的生动场景。而咱潮汕的祭月习俗就是到八月十五咩啊，是安尼供熬，就到佮个活动，伊即款是有子鸟带到农家，然后到这个户外进行祭拜活动。嗯，那么古时主要是到农村，然后乡村无搞到大的情况下，主要是到这个一个露天的地方。那么农村来讲就是田宅啊、空地啊，那么乡宅也是行来，乡宅呢是啊是是啊是搞到大的，所以或者前面就比较来个楼顶的阳台或者是阳台的进行祭拜拜拜。供奉月娘的物品种类复杂，以食品为主。其他农村几乎是每家的供道上拢有个。当拜月来当来偷个祭品，啊，各个店也有卖哦，啊，但是丰富多彩。但是有两件肯定有个，这个就是月饼，这个就是水果。月饼啊好，这个水果吼，伊有一个共同个重要的特征，叫什么个？外形是圆嘅，伊甲咱这个月圆，这个这个个中秋嘅团圆，嘅主题应该是不下嘅。除了月饼嘅水果，还有一处比较特别嘅贡品，人们把美好嘅愿望寄托到这个，祈求一家平安，称心如意。呢个传统系中秋咩，就拜腊饼吼，菜粿。了个老家粮食铺，哎，老家粮食铺我是拜伊特殊通命。啊，老家地都靠嘞啊，就是打拜平安，那个人民百姓平安，个正面讲做事家乡就好嘞。拜月娘的同时，一家人煮着食，床底食饼饼水果，海涛哼小一路明月，心旷心意，其乐融融。到这个拜月，上个过程中还有一个就是大人是交代老囝，莫用手去举，禁忌呢，忌讳呢，用手去举月亮，啊，用手去举月亮是对月亮个不尊敬，啊，有人亵渎这个心，人们传统社会里头通过这种方式，啊，以天然个就讲天人合一，人必须得啊这个自然界。啊，拍好关系啊，是跟花海共处，所以就是种生态教育，生态文明教育。大家拢会知，老市区乌桥街道偏苦的居民，因为住过到小街小巷当，这样一人能够较好的住接宿舍，
传承拜火习俗。到冬秋末，为这些乡区带来灯火交融的美景。同时，也吸引了不少热门爱好者前来采访。那我叫啊，咱离出这个老市区啊，相对大，这件经济到我们都比较落后。这件现在天气个南风就是南面，咱就多比较有在。对着咱这个传统习俗啊，各个东西拜个庙啊，这个相对大就比较有互动了。至少咱这些期望那是有落家个生活出来就好，有更美好个未来。中秋节大家过，天头台风就袭击山头，或者大家欢度中秋节的乌桥街道革命受灾。好多有武官部门个热心人士的帮助，伊人又一次渡过难关，拜过上过祈平安，人也借一龙明月，祝愿伊人幸福安康。到潮州凤凰山一处离海北的地区，地龙会经常会有招生的困扰。为了防止海滩对地球的侵害，伊人需要喷洒农药。但另一方面，农药的使用要用过到底残留投票。为此，伊人想想左右为难。不过现在好了，直接生物防治海滩的新技术，目前正到凤凰山地区推广，困扰地龙的问题有无得到解决？凤凰镇凤溪村的村民魏兄到凤凰山种了十多年地。这今年对伊来打是最轻松的一年。魏兄打，往年这个时候，伊就忙于请人用农药来喷洒海滩，但是今年免了，因为伊用上了不食沫。放不食沫，不食沫我大概是咩？有放啊，地方基本就也现在也该。那个红地图啊，就不怎么，基本上伊就无发生。哎呀，命可无药，伊个在无好食，伊咪该食哩。迄只不怎么，究竟该什么物件，总有招神起来刷汤好过呢？原来不怎么是一种以加极红地图、小白石等生物小麦为主要植物的一种杂食性叶麦。因不怎么，皇帝控制加极红地图甲小白石。可以替代火核来防治控制加极海马。潮州界冬天科技有限公司就是这个生产捕食马的经验。生物界里边本来益虫是存在的，但是这个益虫呢，经常老是喷农药喷农药，把这个益虫害虫都杀死完了，所以说益虫控制不了害虫，所以我们现在从2008年开始就在野外收集这个益虫，然后把这个益虫我们进行驯化抚养，然后把它做成一个产品。它是一种益虫，把益虫吃害虫，它属于生物防治。目前，冬天公司的技术到湖南、湖北甲福建等省的嘉境乡，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央视龙广天地掌门曾经就此进行了报道。它好处就是减少喷农药啊，减少劳动和人工投入，达到一个无农残的一个目的。不过，这项到外地推广十分顺利的新技术，到凤凰山地区的推广，一开始却冒着风浪。这化学农药呢，它是立竿见影，喷农药马上害虫就死掉了。这个蚁虫吃虫呢，它差不多每天一个蚁虫，它差不多要吃十来个害虫。蚁虫吃害虫，它差不多是一个它肯定是一个过程性的东西啊，没有化学农药那么快。一趟地趟过一天呢是海滩可能消，一滩可能降，唔免农业所有事。所以农民这个唔要过节要团圆好，海乐平和。头咩头，树叶有啲事做事，资金有啲积啊。到资金情况诶，先结束到地区嘅推广，直到平地覆灾。一时称又是早年有转机嘅呢。梦多嘅改革，第二以2009年即系大学生团队嘅出现。这个团队就是汕头大学嘅参加团队，原名叫西湖。就是去到了那些茶农家里面。
然后看了他们在田间一些劳作，就发现他们喷农药下除草剂，而且茶农们他们自己也不会去太在意这种成本方面的问题，然后想着说能不能把这方面的成本控制下来，然后再者说这些化学农药其实是对一种生态环境的一种不好的影响，恶性的循环，所以就想着能不能促成这一次茶农和企业这种科技生态企业的一个合作。以时大学生李彦家计艺转往平台，联系到了东天科技公司，共同艺生态皇帝推广门票，然后好呢就达成了合作协议。大学生承担起了地龙甲建业合作的量级交通任务。从2009年开始，这所大学生就利用周末甲寒暑假的时间，通走于学校甲地区之间。这个项目做到现在大概有4年了，市区的基本每一家茶店我们都跑过，每户的茶农家里，就每一户都会详细进入里面跟他们聊一下，比如说他们大概的产出模式啊，还有他们的收益情况，以及当地具体还有其他什么可以利用的开发的资源，这些我们都会去了解的。到大量的田园耕作基础上，学生会收集到了中医说明生态皇帝白潭海赢过喷农药的效果，并且为地龙做了长期的发展规划，然后就是爱给爱好的给能会，好像我们是上门推销某一些技术或者是来挖他们底的那一种，但是都是这样的、人之常情，我们也知道也不怕失败什么的，就继续的跟他们聊。按我的经验的话，一般是打10个电话左右有一个成功，差不多就这种比例，但这些通过渐渐的沟通，渐渐让他们了解到其实我们是有组织的，我们是有规划的，就慢慢告诉他们其实我们可以做好，让他们渐渐愿意来尝试，尝试之后初步可以了，他们帮我们去推广。这种到学生会的努力的什么皇帝技术到红黄沙地区得到有效的推广，红黄的地区的生产发展要走出去，你势必要走一条路，你不走一条路，将来出口你自然你就不会得，你硬好像农业产流硬啊跳票啊，自然是应该那是发展出息，应该是大力推广。以前我们自己做的就是差不多有个几百亩基地，将近500-600亩基地，现在他们这块帮我们说推广差不多达到1-2千亩了。等将多节的过程中，大学生会也付出了好在，包括不必心情的委屈，来回碰走山路的辛苦等等，但是伊人从当日得到了好大的锻炼，并且收获了别人所无的成就感，伊人的付出换来了凤凰山地区的可持续发展特别称赞。好，接下来让咱做在正在今日的光正互动。这位光正看来小平，但昨日一到路顶看到一只汽车，车体直径5.2米，应该是提前有需要的市民发达环保热线电话12369。这位观众认为，行动人大多是遵循创造交友的写习甲落脱的习惯，因此之前公正服务信息也应该注意遵循普遍的规律，让老百姓看清车体的提示信息，相信才能够真正的方便市民服务市民。这位光正正话的要拉回行政省提经的里边职员，希望更多的光正今日温嘅互动行列。感谢你收睇本期节目，下一个同一时间再会。